嗨，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欢迎来到理科太太。Hi everyone。关于头发的产品，你常常会看到负离子三个字，那负离子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你的头发上啊，某些地方带有正电荷，某些地方带有负电荷。比如说你在润湿的时候，可能你的润湿产品本身就有含带正电荷的成分，可以待在头发上。当你在用水冲洗的时候，它就比较不容易被水冲走。那现在市面上吹风机的功能五花八门啊，负离子的吹风机上面有非常多的按键和诉求。负离子吹风机到底是真的还假的呢？其实释放负离子的原理很简单，就是 corona charge， 电晕放电所产生的。简单说，里面就是有高电压电极，然后让空气产生离子，那负电压就产生负离子。好，那我们现在讲回人话，所谓负离子吹风机，第一点我觉得比较有趣，就是它会喷射出数百万个负离子出来。水啊，原本是比较大堆的，那因为这些负离子，它就会变成比较小堆、比较小堆、比较小堆，然后自然的，因为表面面积变大了，所以头发就会比较容易快干。然后吹风机喷出一堆负离子到头发上的时候啊，理论上可以更容易让水吸附在头发上，所以吹干头发之后，它表面还有一点潮湿。那冬天比较干燥，所以我们的皮肤跟头发表面也会比较干燥，就容易有静电荷局部累积，累积到一个程度，就会嘣一声，我们就被静电点到了。所以只要表面不要那么干燥，我们就可以避免局部的静电。带负电的离子碰到带正电的离子，同样就会中和掉，减少静电的产生。关于吹风机的使用几个小提示啊，就是比较高温的设定就适合比较想要快速把头发吹干的人，可是头发粗的人用是没有关系。如果你头发比较细跟比较脆弱的话，那建议你不要用太久，还是转回低温的设定对你的头发会比较好。很多人头发习惯吹到超级干，所以它的毛鳞片容易翻起来，让你的头发看起来没有光泽。我做个比方好了，假装这是一根你的头发，然后这是你的毛鳞片，翻起来的时候，就是这是微观上看，但你直接看你的头发的时候，就会觉得哦，它没有什么办法反光。当你吹风机上面有个凉风的设定，就可以帮助你的毛鳞片这样子合起来。那当你的毛鳞片合起来，一根一根没有剥离的时候，光打下来，远看头发反光，就会觉得它非常的柔顺有光泽。吹头发就是首先把头皮先吹干嘛，防止细菌跟霉菌的滋生，再来就到中段的头发。吹干之后，发尾大概八分干就好了。那因为负离子很难在普通生活影片上面呈现出来，所以我们就来做一个小实验吧，看一下是不是负离子吹风机真的可以让你的头发的表面保持更多的水分，也就是说它比较不容易被静电吸起来。那我们先在这样洗头之前，先来看一下它的头发。那这是一个气球。刚刚就可以发现说，其实用这个气球就可以把他的头发一些吸起来，然后动来动去的。那我们现在这样，就先去洗个头发，然后我们帮他吹干之后看一下，跟刚刚是不是一样。我们现在开始吹头发了，我先进入快干模式。这样最喜欢在附近很吵的时候跟我说话，洗澡、开水、开吹风机吹头发的时候，是他最想要跟我谈心的尖峰时刻。Unix 吹风机吹头发的时候，竟然还听得到它微弱的讲话声音，我还是继续装成没听到好了。温度高一点，头发很快就干了。大概吹到八分干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一下均匀扩散模式了。因为这个风口改变啊，就会让风的扩散的方式改变。那我们现在是均匀扩散模式。然后我现在要调到凉风模式，也就是刚刚说的把毛鳞片愈合起来。反正已经干了，然后我们现在就来用气球再看一下吧。还是有一点静电，但是就没有刚刚那么严重。洗完头之后，用Unix吹风机吹完的头发，静电还是会有，但是比较不容易吸起来，那就表示它表面上真的比较潮湿，并不是因为它头发没有吹干。那当然，用一般吹风机吹头发，头发也是会干。可是如果你很在乎头发的光泽度的话，建议买一波咯。如果你喜欢我们影片的话，请帮我按赞、留言、分享。如果你还没订阅的话，请帮我订阅一下哦。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